市长杨伟提到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彦以及立委郭国文甲三雄区长余志志等人为这厝租5400万中间的三雄区的新的办公大楼主持着热情征彩。一，请用钱。台南市三项区公所重建办公大楼落成典礼。原本三雄区公所的办公大楼在三年前2206地震严重来受损，经过中央甲地方的这个经费补助，1996年开始来重建，今年而且旧历年进程来进驻，上个正式来启用。市长表示讲，新的办公大楼应该着过去家门，予人家吸板加歹清近的印象，而新的大楼新服务，公所服务得爱更加亲民，更加优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设计的原则是走上耐震、永续又亲民。就是说民众感觉到不像是传统的这个衙门一样的这种公所，反而是像这个整个的内部以及这个外观上，就像是一个很亲民的建筑物。那也希望说房子换新了，人的心态要换新，就是说我们希望启勉我们的公所同仁，要用服务的态度跟精神来为市民做最好的服务。三雄区公所的新厅舍建筑师依照清明、永续和防灾三大主轴做着规划，整体是符合着黄金级别的建筑标准，内部建构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以上午来落成。三雄国中和当地幼儿园分别带来着人赛和舞蹈表演到老街。南门新闻台以下三雄区的采访报道。